欢迎收看二分之一强，欢迎来到女人的殿堂。讲真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是，我们有一些型男都默默的不见了。不能讲，这是我们节目的大忌。不能讲，为什么不能讲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些恩怨情仇吗？真的吗？你好久没看到佩德罗了，这个人你对，你有发现？你有发现吗？有真的。费丹尼嫉妒佩德罗身材比他好，所以把佩德罗排挤了。你看孟多跟杜丽表面上很合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我跟你讲，私底下孟多一直嫉妒杜丽长得比他帅。我有听过，怎么会？你觉得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不可能。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但这是事实。但我觉得有时候就像你啊，很好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因为你既没有人缘，又没有长相，又没有人，这个就是。自己一个人孤孤僻僻的也活得好好的，是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有这问题被排挤吧？你说我被排挤？对啊，没有，在这方面我赢了，你赢了，你们没发现吗？怎样？我已经把比欧排挤掉了，这个摄影棚最帅的是我，恨死他！你不要再转过来，然后嘴巴张开。好了，干什么？我有那么傻吗？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嘞？怎么了吗？最帅的是你，你好意思？很多网友都这么说。但那些网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到。七月的吗？你是不是要打四个四，可以打到地狱？没有，就是半午夜十二点按13个0就可以跟他们联络。好了，没有这种乱讲。他们排挤有这么严重？很严重。我想今天要好好来聊一下，因为今天我们同其实同一个国家或地区，对，一集只能有一咖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你看，比如美国那么多，对，然后日本有那么多人，对，他们是怎么样明争暗斗的？我跟你讲，这一集好好的给他们剖析出来，我们就是要揭开他的真面目。是的，当然呢，我们也要旁观者，就是一些瞎起哄的人。对对对，我们也请到了相亲相爱一家亲，到哪里都是一家人，你相信吗？我们的艺人团代表会。见到老乡像见鬼，互相排挤闹翻天，我们的联合国代表欢迎。远到台湾打拼的联合国代表们，尤其在这遇到同乡更显难得，而看似一团和气的他们，私下的斗争可是暗潮汹涌，我们马上来揭露这些秘密吧。大家都同是异乡游子，又都是同个国家来的，照理来说应该会非常珍惜之间的友情。对 对, 对，但是在外面，可是在这里面，我刚刚讲了嘛，一集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名额的时候，他们就来了。真的，对不对？争一下，争一下。那想请问一下，在你们的国家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？我们现在先以国家为单位哈。是。你会国家会以什么样的事情去排挤别人？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巴西的，但是就是叫。巴西的舞嘛，跳舞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他又开始接很多 case， 因为他就在教台湾人就是怎么跳森巴舞这样子，然后他好像有开始赚很多钱，结果还有另外一个巴西的女生新来的，然后又开始教同一个课。结果这个女生就觉得不爽，为什么这个女生可以抓，可以有这么多 case， 我一个都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后来她又开始找其他的巴西的朋友，开始把这个女生，说坏话。哦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 community 是很小，所以每个人会说，哦，你知道谁又跟我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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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东西吗？所以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这些事情，所以巴西人还是会有这种状况。因为我们在巴西有一件事情是叫 olho gordo， olho gordo 就是很胖很肥的眼。olho gordo 是什么？你看到别人成功，你会自己觉得，哦，为什么他要成功我就不行，然后就开始在后面。酸葡萄。对，就是巴西人有一些是这样子。眼红了。韩国人很爱吃醋，嫉妒是身边的人。我们就很奇怪，身边的人如果比我厉害，什么工作方面之类的。我们很会嫉妒他们，所以我们在他们的面前不会，但是我们在后面一直骂他之类的。因为我，然后我们如果是真的，王强，哇哇哇，他讲到他讲到将军了。我就知道，因为将军号称哦，他说所有的韩国的团体来都是他在翻译，他在带领他们。对对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秉秀，你是不是也想说，曾经想过你如果来做翻译，可能会比他好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你不行的，笑得好尴尬。哇，直接上，直接来哇！韩国弟弟对哥哥
不能这样子。是你们是谁是？是我跟是哥哥。哦，是哥哥，他已经呛下了。没关系，这是节目嘛，对啊。啊，对，尽量呛就对。好 ，OK。没有，我因为我认识有很多人在台湾开餐厅，然后他们我现在没有，但是以前跟他们很好。然后有一个朋友就在那个台北的有一个地方开餐厅了，然后就是另外的我们里面好朋友，另外的也是靠近那个附近开餐厅。然后后来本来是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然后后来有一天有一个人的餐厅劳工局的有一个人来，我让我翻译比较好，劳工局检查有没有人有人，我听说有，他说听说有人没有工作证在里面工作这样子，然后他被发现，然后就是怎么罚钱之类的，哇，然后后来就他那个人就不知道谁到底谁告，然后就后来知道有一个共通的好朋友说是另外的开餐厅的人告，哎呀对，是这种事情真的很多，好过分哦。而且如果我们吵架的话会分怎么，你是谁的好弟弟，你是我的人吧，是这样就会分，对，还要选边站，好像黑道，好累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是，对，就我遇过这种情况，然后就以后就不想要在韩国碰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日本人哈就这样子，没在大公司工作，这个很可怕哦。我以为是这个东西电视里面的东西，其实是真的，因为比如说比较大的贸易公司有没有，就是态度真的很差，就是很拽。然后看到，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现在是哪一家公司上班啊？其实我是小的公司，这样。啊，そっか，嗯。对对，就是小公司的话就。啊，そうなの。不好意思，啤酒。这么的。哇，你诠释的很好哎。你刚刚是不是在模仿一个鼻窦炎的患者？基本上日本人会看你有没有工作，或许是大的公司。所以如果贾斯汀是日本人在台湾的话，永远都被排挤。OK，你看我多，可是贾斯汀在你们美国圈内应该也是被排挤啊。我们根本没有在承认贾斯汀是美国人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答案。你这样讲话不公平啊？怎么说？贾斯汀应该在所有人类圈都被挤好吗？怪个性的孩子。那你之前在台湾碰到，比如说一些在台湾发展的日本前辈，是会对你这样吗？其实我这是认真讲的，南山真的不会，而且他们可是我听过你讲赖尚刚的坏话。我没有讲坏话。他是我首先现在我们的评审长了，不行不行，那赖尚刚先生是很会喝酒，很厉害。哎呦，你还说他是酒鬼？你看，对呀，是假康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他就说赖尚刚每天拿着酒瓶不放，看看他了，没有了，气好重啊。他是说真的了，我的之前的前辈也真的没有遇过。对，他是说没有什么人是他前辈的，不放眼里，目中无人，这个是这样讲啊。刚才一直听到那个被别人。排挤吗？可是我要讲的是我排挤别人。哎呦，小百合说实话了，女人斗心机。其实今天为什么没有小百合跟那个心奈？心奈，你把他斗掉了。对哦，哎呦，对，好假的笑啊！不是带着笑容，不是带着笑容。笑得还这么开心，笑得开心，没有，我就是带着笑容啊，这样子。你刚刚应该要配个台词，他才不是我的对手嘞，笑得笑容。不是不是，然后我讲这个，我先说不是他哦，不是心奈哦，我不是心奈哦。是。然后因为我排挤别人，是因为我怕被利用。哦，那心奈都怎么利用你呢？啊，就是哦，这个是别人啊，别人。然后我有一次在台湾接到那个广告的案子，然后导演问我说，哎，有没有跟你一样就在台湾差不多一样的年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是我介绍的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这是。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什么啦？不好意思，孟东，你刚是看到牛头马面。然后那个时候导演说，哎，有没有跟我一样年纪，差不多一样大，然后一样日本女生，可以跟你一起搭配？我马上想到一个女生，是，可是我在死也不想提到她的名字，谁？所以我假装就是我，哎，我在台湾都没有朋友，哎，不知道导演不好意思。
个不是心累吗？我觉得对啊，是啊，我觉得在台湾应该没有跟我一样漂亮、一样年纪的日本女生。哇塞，她演的超自然的，我是就是我没有想太多，我就是很自然的问说，哎，那你有没有期待的日本女生，然后会讲中文？我真的在不是。我真的没有什么认识的日本女生呢，没有啦，才没有。然后我成功了，那时候成功。后来他梦多大哥跟导演都找不到那个跟我一样的日本人，然后最后是搭配一个台湾女生，很棒，对，这样子。哇，你好可爱，怕被利用，他这个就叫做断掉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。对，因为听小百合这种就是笑到你心里直发寒，对，笑里藏刀。然后我解释，因为那个女生是一直一直来找我，感觉要那个利用我，比如说虽然不熟，也是假装看到我的时候，每次小百合每次都很可爱。你是不是在学心态？喂，你是不是有在学心态？然后一起自拍吧，一起合照吧，然后每次让我拿手机，然后我是每次那个比他前面拍照，然后你看起来脸比较大，对，然后都 po 在其他的那个 IG 啊、脸书啊，然后 tag 我吧，然后他明那个他的目的就是那个帮他多多曝光，然后我的粉丝移到他的那个啊圈粉圈，对对，他就是要的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怕如果那时候提到他的名字的话，这是他成功理由到我了。FNZ 强的观众大家好，谢谢大家对喜男的支持。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收看最新影片。